哎，妹妹。啊。哎，晓不晓得那个秀林别墅咋个走啊？秀林别墅啊，我晓得。哎，谢谢你啊。我昨天是走过这个桥嘛。哎，小哥，哎，晓不晓得那个秀林别墅咋个走啊？哦，走到前面口左拐，然后穿过商业街就到了。哦，谢谢你啊。没事没事，大姐。宝贝儿，我来呀。不要以为你剃个光头儿就冒充高智商。哎呀，对不起大哥，我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了啊！以后再让我看到你，见一次打一次。滚！对不起大哥，祝你们早生贵子，身体健康万事如意，喊我滚了。啥子叫专业？我没有专业。我买过那个，我是第一次的嘛，心里是有点虚噻，搞得虚啥子嘛啊，不想找钱了，上。狗，哪儿了？我最怕狗了，是啥子狗？我喊你走。再走！听好了，你我走不了，不准还！你们要抓子？抓子！抓子！不要解释呀！你走不走？走！就喝了你半杯奶茶嘛，打了我那么多话，现在城头的人也太抠了嘛。幸好，我一会儿来找回我的损失了。哎，到了多啊？哇塞，
情商标，听得懂吗？这么多，跟我刚往这儿抬高踩。你啥个？捡东西捡干净了吗？捡到小溪了。这些有钱人，太不把钱当钱了，太奢侈，太浪费了。我都有点看不惯了。我昨天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啊，我在这个地方我捡了一包水果，水果只是有点烂了，又没烂，老天爷都看不习惯，派我来提前行道的。提前行道，怪不得哟。昨天我说垃圾桶里面咋啥子都没有，搞半天出来一个程咬金。啥是程咬金？你少点装蒜。你想这个地方归哪个管我？这几条烟都是我扫的，都归我管。你少点捡便宜。你是扫地的，这些东西也不属于你管，你管不到这些了不？啥子事情嘛，有个先来后到嘛。先来后到，我在这儿多巴子几十米，我得哪敢跟我说个先来后到？不懂你妈的！不来，要不然我就要。要不然咋着？你不可能打我噻。电影看多了像演放鬼一样，那么多的废话，收。哎，你说话了不接舌的哦？是宝宝。收。哎呀，之前的。啊。偷偷拿出来。不是，我就回你的肉。啊，千万不要回我的肉。拿出去，全部都拿给你。把那个钉子拿来。啊！哈我还不行，才不下呢。好嘛，好。啊！这。哦。呀！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明抢，你给我出来，鞋子不得枉法了。救命！就是看我们今天早
走哎。哎呀！傻蛋，这么近！哎，咋了咋了？哎呀！哎，咋出不去屋了呢？哎呀！他是孙生，好歹也算个家庭，咋弄到这里禽兽都不如的事情呢？九儿，你就是你？不是我，不是我，哎，我这个，我啥子都没干，啥子都没做，这是你的钱包，你的戒指。哦不，哎，就是你，不，是你救了我。哎，不是我，我已经说了嘛，不是我。不是你救了我。哎，不是，你说啥子？刚才有两个人抢我，看到我有几分姿色，他们还想轻薄我，哼！是你把他们两个打起跑了。你是哪个？你都是我的救命恩人了，英雄！上天派来救我那个弱女子的，是专门打怪兽的奥特曼。人人小李真是大名，小李子我要一生相许。你看我那个爆炸脸，这个夫人，你他妈是搞错了。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哈。我先走了。你有的就跑得脱，铁锅煮，创可贴，幸福创。范儿，哎，我回来了。你看，我今天给你买啥子好东西回来了。郭姐，你发财了是吧？我的心里这个好有你没有他，我对你的真心情意一点也不假。范德，你怎么含情脉脉的帮我看了啥子？你是不是才发觉你的老公我长得很帅？没有，铁公鸡，你心虚了哇？我，你以为你买这些东西回来就可以收买我说？我问你，你这口红咋回事？咋回事？我啥子口红？还装？哼，装！等到，你给我等到。
听你解释。解释？你是想解释呢，还是想编故事？不，没编故事。小姐，你看我今天打死你！哎，慢点！哎，我不给你找你，慢点！你有没解释？哎呀！为师灭迹，不然不晓得要挨好多棍棍。我说的真的是真的，铁公鸡，你编故事能耐越来越好了，那么惊险的故事你都编得出来，你不是光你说啊？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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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跑！跑！英雄当街！好久哦，想不到你居然有一个如此凶险的名字，铁公鸡。抓他！你看嘛，他那天就是这样子用一人去。哟，找上门来了嗦？说，他是哪个？我就是英雄自动飞毒，在劫匪手上抢救出来的弱女子，原名字哦。你是哪个？我是哪个？我是英雄的婆娘。她真的叫你？她还有家。你有婆娘了？可惜了，可惜啊！哎呀，铁公鸡，没想到你平时那么抠的，这盘居然这么勇敢，佩服啊！铁公鸡，以前我们是门儿缝缝的看人，把你看扁了，没想到你不错你。哎呀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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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就是，这是我为你制作的惊喜，英雄攻击，攻击中的战斗机。哎，允许我给你一个拥抱。
你拥抱就算了，这个我们收到了哈。金前面，你看我穿的好点吗？哎，真的，我真的没觉得你搞错了。你要钱英雄，你就不要再谦虚了嘛。如果不是你救的我，你咋可能出现在现场呢？是不是啊？是嘛？总不能说我去那边捡垃圾，被人追到那里的噻，说出去好丢人。嘿，再说了，如果不是你救的我，哎呀，为啥子我一醒过来，你在现场的，还把我的戒指和钱抢回来还我？你们说是不是嘛？我哪里是想把戒指还给你，我是想拿起走的。所以说，不是你救的，还会是哪个救的？大家说是不是啊？是。再说了，天空姐，哎，魏斌是歹徒把东西扩点儿，个人跑了，这个不可能嘛，是不是嘛？哎，好啊！哎，你歹徒有可能杀人灭口，啥子事都干得出哦。哦，坏得很。天空姐，不要嫌弃哦，现在过多的嫌疑就像我哦。是吧？哎，好，好，下次见吧。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天笑，天英雄，我只恨不能以身相许。准备了一点小小的行李，要打电话，我的肝气之气，麻烦你收下。这个咋好意思嘛？我真的不晓得咋个稀里糊涂的就把你救了。小英雄恭喜恭喜，恭喜恭喜，英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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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恭喜。